怎么样？今天小饼干骑的这台电动车是不是有点好看呢？这是雅迪新推出的 UFO Mini 城市双驱电动自行车。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，这车不错呀，什么价格呢？这是雅迪最近众筹推出的一款新车，据说售价只要2000以内。首先在外观上，大家应该就能看出它是一个符合新国标标准的电动车。它的电池呢是藏在这个车管架子里的，36伏6安时的动力锂电池。雅迪把它这款车称为双驱电动自行车，你可以单独只用电，不用脚踏，这个时候称为纯电驱动模式。那你也可以在开电的情况下蹬脚踏，然后电动机就会介入，这个模式称为助力驱动模式。我家上班的地方大概是5公里远，一来一回也就是10公里。我测试过一次，线上只掉了一格电。大部分人上班应该都是这个距离吧，而且完全没有电的时候，比如我把它的电门钥匙关掉，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自行车骑，那也是可以的。与普通的自行车相比，加上电机的助力后，可就比普通的自行车好骑了。这台车子折叠后体积只有0.15立方米，重量是19千克，所以女生也能搬得动。如果能再轻一点就更好了。它的轮胎用的是12英寸内外胎，骑起来颠簸感会比较小。这个车子的好其实就是没有电了人不慌，没有电力还有人力嘛。增加续航呢，仅需多吃3碗大米饭，咱就能开得更远啦。车子左把手可以控制灯光和喇叭，右把手上有钥匙孔、电量仪表盘和半把油门。电量仪表盘可以显示车的电量，这台车的电机是250瓦的霍尔无刷电机，纯电模式下最大速度是25千米每小时，这个速度我感觉在城市里骑行还是很不错的，慢一点还是安全一点的嘛。这款 UFO Mini 城市双驱电动自行车我大概骑行了一个星期吧，骑行下来的感觉呢还是很不错的，做工质量感觉很好。它车架用的是高碳钢的材质，座椅和龙头的高度都是可以调节的，可以调节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，小个子也不用怕脚够不着地。前后轮各有一个碟刹，刹车又快又稳，也比以前自行车用的那种抱轮的刹车片好。比起电池大大的电动车来说，虽然电池续航要少，但是小车也有小车的好处。比如我们上街逛公园，有些地方不是不让电动车进去的吗？这个车给人的感觉它不是电动车，而是自行车，所以电动车不能进去的地方，你这个车就可以骑进去，这个就比较方便了。还有啊，它折叠了以后是可以放进后备箱里的，每次出去旅游到最后都是走啊逛啊的。那么以后我出去旅游就要把这个小车折叠放进后备箱里，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把它搬下来，这样就可以给我的旅程增加一份轻松和惬意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这辆电动车它的名字呢也很有趣，叫雅迪 UFO Mini。 UFO 就是不明飞行物的意思，所以我今天的标题城市飞行机就是这么来的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弹幕多多，也记得关注我们树丸工厂的账号。我是小饼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